63。祸福之道亦居之，由是为祸自修徒，为天下之祸而消益是为福道，藏自私之利而伤众是为祸道。仁者当于除私之道行其所事，信道由然自修，故生活之途并非祸福，而为仁者意识所向之业招是也。祸与福是截然相反的，虽然他们处在不同的位置上，但是祸与福都是我们人自己去找的。天下所有的人都要在祸或福之中生活。如果你为天下的人谋利益，给他们创造幸福，这就是你自我所行的福道。世人将由世之道返回福报于你。那么，你若藏着自私自利的心而去伤害他人，这就是祸道。世人亦将会反报伤害于你。凡是作为一个人，在除却自私的境界当中，行一切事情，给他人带来利益，这自然就是一种幸福之道，或者说是自修幸福之道的一种方法。因此，祸与福，并不是生活强加在人的身上的，而是人们自己意识和行为去感召来的。我们的意识和行为是为公众而谋利益的，自然是福。我们的意识和行为自私而为己，归根结底肯定是祸，因为人们是敬善而反恶的。